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甲草屯镇长候选人詹宏基，九月时阵，捌伫咧中山公园来举办魔术街鬼仔秀，真受到乡亲的欢迎，决定来扩大举办。十月份开始，每礼拜假日拢有表演。今仔日也伫咧草屯至围江进行亲子同乐会。蔡培慧借此提出打造强龙公园、国民运动馆，以及增加就业机会等等的政策。收听艺人透过着表情，还佫有动作，引起家长佮小朋友好奇，并且利用着灵巧的双手，佮气球来做成着无同款的造型，搭配趣味的魔术表演，予大家看佮真欢喜。唔来讲是有新奇的魔术表演，利用无同款的工具来做出着各种的泡泡秀，带着小朋友融入表演当中，嘛带予囡仔真侪惊喜。很好玩吗？可爱哦。你袂讲，好怕，好搞笑。那么，县长候选人蔡培慧，结果草屯镇长候选人詹宏基，出来陪伴着大山朋友同乐，借着举办亲子趣味的活动，提供着囡仔佚佗的好去处，表示讲一道当选县长，今年来打造着共融特色公园甲国民运动馆。会做参与式的规划，把爸爸妈妈啦，还有游戏圈的专家啦，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比如说特工盟的朋友一起来规划。那这件事情呢，要做就要行动及时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要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看小丑表演，然后来一起来思考，哎，未来我们在南投需要什么。因应着少年家庭的需求，蔡培慧提出着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佚佗的公园，并且表示会努力创造着较好就业的环境，让少年人愿意留在南投打拼。我觉得在草屯一定要做到两件事，一个是促进就业机会、工业区的开发，还有数位行销课程的提升。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孩子们的游乐的公园啦，或者是运动公园啦，还有极限运动的场地都要来增加。我会好好努力。这场亲子同乐会从十月份开始，每礼拜拢有表演，蔡培慧欢迎大家踊跃参与，度过着快乐的假日。记者林明信，草报道。